正规。即摆今年才写一张客资尔，来吼主持人娘做客囝才写一张尔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哦，小孩子越来越少。那要古早吼，主持人娘娘圣诞的时阵，每个家长都带三四个、四五个小孩子来家拜主持人娘娘。啊，即摆今年哦，家长来带吼，带囡仔两三个吼，真少咯，大部分拢带一个尔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嘛是呼吁啊，大家吼、哦，咱的生育率吼、哦、一定提起来啊。祝谁牛牛哈？他的圣诞是在农历的3月20号哈。啊，咱弄每年的3月15对烤成雷果，为个绣房哈，啊，甲请出来咱的重点，请来咱重点吼，大家吼囡仔方便来拜个客户。哦，是啊，讲个客户呢，咱若要依早吼，大家足够生嘛吼，啊生足侪囡仔吼，有个囡仔较歹油气。啊，较歹油气的时阵吼，咱就来吼祝谁牛牛吼，啊来甲定做客户吼，啊来互伊做客囝。啊，咱就写一张客资，吼，客资咱就祝生娘娘吼，啊，甲你过到16岁，上班先定吼，啊，咱就会互你一卡绣花鞋，哦，祝生娘娘的金金鞋，啊，摕一卡等于过，吼。